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。在今天进行的火影战机四中，詹姆斯哈登29投13中，其中三分17中6，罚球8中6，得到38分、10个篮板、4次助攻。火箭拒绝翻盘，以112-108获胜，将总比分扳成2-2。比赛第三节出现一个小插曲，哈登面对格林防守三分出手，左手下扬时扫到了格林的头部，格林倒地，他捂着头痛苦的大叫，全场都能听到他的喊声。不过慢镜头显示，格林歪头躲过了哈登的手臂，只是从他的头部旁边扫了过去，这反应有点表演的嫌疑。全场火箭球迷也对前两场戳哈登眼睛的格林送上了嘘声，德雷蒙德格林烂透了。对此球迷纷纷调侃，伤人是不对的，但是打的是格林必须点赞，不是说好的硬汉了，怎么又开始演？哈登真脏，两次用眼睛去戳格林的手，今天又甩手打格林的头。好了，今天的赛事圈就到这里，下期节目再见。